这个鸡爪儿太好吃现在有活动啊，送这个，剩一袋这个，我这也是一袋的量，早上还吃了点。啊，这个辣你不能吃。我再吃一口。我给你拿出来吃吃。不能吃辣，别拍，小孩别吃啊。回家能吃点辣的。我挺爱吃这个鸡肘这个部分，就是送你们这个，我挺爱吃这部分。尤其喝酒吃这个老好了。这个要喝酒可以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或者你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，是不是嘴也不闲着？你就啃这个鸡爪，越啃越爱啃，太费电视剧了。这香的鸡爪啊，汤汁别冷啊，煮点藕片啊，贡菜啊，金针菇啊，花生啊，给它一拌，就是个鸭货，完了。加热完这个也好吃，骨头都想给它咬碎。